哎，哥，兄弟，太长时间没见了啊！是啊，嫂子越长越漂亮，跟你没关系啊。能有没关系吗？嫂子跟我从小长到大的，没关系。同学，我听说过，对啊。我跟你讲，嫂子小时候那点事儿我全知道。嫂子小时候不是吗？他的事儿我也都知道啊。嫂子有啥事儿你说。嫂子小时候啊。啊。算了，不说了。不是，兄弟来。你说吧。来，砸他来。你有啥事儿你说。哎，对，有点猛烈，也不用这么早，过于猛了，一会儿球不够了，保持点实力，早了，有点早了，很讨厌了，很讨厌吗？有啥话你说，很讨厌，我还能继续讨厌？有啥话你说，来，是这样啊，嫂子小时候，嫂子我能说吗？嫂子，你说，我什么话都跟你大哥说，啥话都跟我说，是吗？他觉得我是窝囊废，他都不发微信告诉我，对，都是当面说。嫂子真耿直，嫂子小时候吧，犯过点错误。啥错误呢？你说来。来，都在酒里了。来，把酒放下来。有话。哎。你同学今天如果这么聊天的话，咱就请他吃盘子吧。那不行，难得来一趟，怎么能请他吃盘子呢？菜呢？哦，对，忘了上菜了。少整点啊，嫂子，不用太多。兄弟啊，咱俩也是好哥们。是是是，有啥话能说吧？我俩这感情也不至于离婚吧？是，我明白，你俩说就完了。行，我说。嫂子小时候犯过点错误，是啥呢？说来。来，都在酒里了。来，你把酒放下，兄弟来。你这么听我说啊，你嫂子呢也不是枸杞，有啥话呢也不用都泡在酒里，是好不好？是你拎出来说行吗？行，你就说就完了。好，我说。你说来。嫂子小时候咋回事呢？嗯，学习不好。完了。老师总骂他，就这点事儿，就这点事儿啊！这事儿你在台上说吧，就。那我说我不说，你非得让我说。哎，怎么了？他来了。宝贝，没事儿啊。什么事儿？哎呀，他就说学习不好。是啊，你学习好能跟我搁一起吗？就是。哎呀，这点事儿你还用？来，喝酒，喝酒吧，喝酒吧。哎，这酒不错，这酒不错。对哦，你认识我同事老王送的，说让我给他喝。嗯，谁？我同事老王说给我喝的。对啊。老王给你的酒啊，你拿给我哥喝啊。什么意思啊？来，你转过来，来，兄弟，来，什么？啥意思？你说。什么意思啊？就这酒啊啊！我嫂子啊，老王啊，嗯，哎呀，兄弟，我心脏马上要受不了了。你这么点月话，我早就知道你跟那个老王就稍微有点问题，你明白不？不是我，你上一边去吧，太伟，兄弟，来，今天能过不了，我就跟他离婚。有啥话你说吧，你说来。哥，我跟你讲啊，他是怎么回事呢？他。能说不？还能说不？能说，能说不？我能说。你说来。他这酒啊啊，他不是那个好喝不上头的燕京U8啊，上这儿来整这些来了，上这儿来整，有啥话上这儿来整来了，你就说吧，搁他，你就说搁咱家。宝贝，来，没事，来，我就说，哎呀我。行了。你咋这么招人膈应呢你啊？行了，哥。我今天啊，我多余来你家，真的，我走还不行吗？我走还不行吗？快走吧！但我走之前，我该说不说，就哥，你那天在 KTV， 你跟小丽，你俩，宝贝，怎么样，朋友们，你们生活当中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讨厌的人？如果觉得我讨厌，请冲我甩脸吧。有点太讨厌了。我自己都觉得讨厌，真的是太伟，你这个表演吧，就是。但总之，你唠这嗑，我该说不说，就是，哎呀，这个秦昊老师觉得太伟这个讨厌的人，你生活中见过吗？嗯。直接说到心坎，感觉没有开个好头，说实话。我感觉大家已经都很有共鸣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下面来一些，能不能来一些好一点的讨厌的人？